各位中心社中心网的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，现在离2020年还有5个小时。小新在台北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台湾的一个跨年圣地，就是去看101大楼的跨年烟火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离2020年还有3个小时。我们来到了台北市政府前面的广场，这里正在举行跨年音乐会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目光所及之处人潮汹涌，大家已经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卡位，找一个最好的观看跨年烟火的角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要去找一个最适合的角度拍摄。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拍摄101烟火的好位置，这里离101大楼大概1公里的样子。我们到现场发现已经是人山人海，大家都早早的来占位。台北101大楼的烟火已经成为台北的一张名片，一会儿我们大家就可以来一起见证这个百花齐放的时刻。跨年烟火耗资6000万元新台币，主题是希望之光台湾，分为4个章节。我们可以看到 Q 版的石虎、黑熊等保育类动物，随后会出现希望之舟，经历希望、自然、前进、未来，迎向崭新的2020年。好不好看，喜不喜欢，有没有惊艳到你呢？我们小新在台北祝大家新年进步，不负韶华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